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摄影大哥大卫晨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来问一下 AI， 我们的新首相到底会是谁？在我们还没问 AI 之前，在这里我要呼吁大家，如果你能投票的，就去投你神圣的一票，因为每个人的一票都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不知道你到底可不可以投票，或者是在哪里投的话，没有关系，现在我来说给你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已经在电脑里面，你就在你的 Google Chrome， 你就打 My SPR 写码，然后你就看，应该是第一个 link， 就这个 My SPR 写码 .spr.gov.my， 你就在这里，你就点这个 link， 然后点去这个 link， 你就会看到这三个格子啦。如果你是要投票的话，你就要选这个 Semaganda Pemilih， 在这里你就打一下你的 IC。然后你就读这里的号码到底是什么，然后按 SEMA， 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你几时选，然后哪里选这样子，然后你有没有资格选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。如果你在身边有谁不会去 check 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去投票，跟着我这个 step 两三个步骤就可以了。11月19号，大家踊跃投票好吗？尽一个公民的责任。在我们还没开始这个 video 之前，事先声明一下，这个视频只是 for entertainment purpose， 完全是没有政治的参与，而且我也不会说我会投哪里，或者是你应该投哪里，完全是没有偏向任何一边的。上一个 video 我不懂你看了没有呢，就是用 AI 来驱逐人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记得先去看那个视频哦。我其实收集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问 AI， 看他做到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现在立马开始。今天我们会去两个 AI website， 看他们到底哪一个会做的比较好。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就是上一集我有 mention 到的 OpenAI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去我们的 Google Chrome， 我们就打 labs.openai.com。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去的地方了，就这个 DALL-E Open AI， 我们就先答一下一些问题了。不投票的结果会怎样？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joining election generate， 他就在跑，这个就是你不投票的结果，我们看一下会是怎样。这个其实它代表什么呢？这么乌鸦在台上的，然后如果你不投票的话，乌鸦都能做首相是吗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第一个问题做的好像不是很好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我也看不明白。我们打一下华语，看看他读不读到华语。不投票的结果，华语啊，不懂他读不读到哎，华语他就读不到什么东西了。我们就去下一个 topic， 我们现在的现任首相整天说的 Keluarga Malaysia， 看有什么。哇，有一点恐怖哎，其实，哇，我看了我怕我做噩梦啊，不要看，他就那个，有趣，打一些比较有细节的，就给他多一点东西可以 generate 出来。我觉得我打那几个，他好像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Malaysia after 15 general election generate。哎呀，喂，这个是什么来的 ？OK， 这个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它也不像是马来西亚的州属啊。我 expect 它是会收一些地方出来的。我其实这个很不懂应不应该答。The most corrupted person in Malaysia， 马来西亚贪污最多的人到底是谁？问一问一下 AI， 看它会 generate 谁出来。他出一个嘎顿出来哦，好像没人啊，手哦，不像啊，这个不像。打下一个首相是谁 ？OK， 我们就问一下 AI， 这个大选过后的首相到底是谁？是个女人。喂，她还有一些 logo 的哦。他的衣服这边，这个脸型有点像谁呢？其实我不是很知道嘞，又没有胡须的，看起来又好像很年轻一样哦。这个有点东西了，好像这个有点像谁呢？像我们现在的首相吗？好像不怎么像呀。候选人呢？有哪一个候选人是很像这个图片的？其实我也不是很知道。我们来看下一张。这个我们看到了，这个是谁呢？那个我们只可以看到他的手吧，然后 Malaysia 国旗在这里。我们的首相应该是会比较胖的。 Malaysia General Election Winner， 看谁会赢。MCH， 其实我不是很满意。我们再去另外一个 website， 我们再看一下问同样的东西可以做到什么，就是 playgroundai.com， 它这里的 sample 会比 DALL-E 好一点点。你看到它的图片其实是都蛮有 detail 的，最重要是免费的，你懂吗？哇，你看我这个很美。 Fit of young handsome communist gorilla on the mountain unreal engine great
哇，很 detail， 比起我刚才问的那些，我觉得我好像问的好像幼稚园一样。create 先，我们就打，我们就这样子先 generate 先。你不去投票的后果会怎样？按 generate。不去投票的结果怎么会有这样多人呢？写一下，我们现任首相整天说的东西 ，log Malaysia generate。OK， 全部人都好像在街上，不懂做什么呢？我看到还有士兵哦，放大来看一下先，看有什么东西。这边是街边，然后有很多高楼大厦。这张图难道还在暗示克罗格马来西亚要睡在街边？OK， 下一个谁会赢大选 ？Winning General Election of Malaysia in 2022。看我们还可以放什么东西 ？Delicate detail. Prime Minister celebrating happy. OK， 就这样子，我们就按 Generate， 看会 Generate 到什么东西出来。Wait. OK， 不错哦，好像。哇哦，红白旗，哎，我没有讲什么东西啊，这个是 AI 弄出来的，人就在庆祝，这个就很正常哦，就你赢了大选，一定是庆祝的吧，是吗？可是很多人庆祝啊，可是这个有一点点像是印尼的国旗哦，这个照片虽然是很美，可是有点像是之前某人这样子。还有换到现在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generate 的东西，就跟刚才比起来就更好一点了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跟刚才比起来是有多大的分别，我们这里。很多人都讲选举关灯，对吗？可是是不是真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。Election in a room, close light, many vote. 一个房间里面算票、关灯，很多票。还有你想象到什么呢？就这样子。Serious， 然后我们的 filter 我们就选一下，要选什么呢 ？Cinematic 啊，我们选 cinematic 电影感，看它可以 generate 什么东西出来。哎，这个就。很抽象哎，好像不是我们要的东西，这个就有一点不一样了，很抽象哦，看起来，我看这边有很多很多票，然后很多人在算，我不懂你看不看得出，可是我看到这些，第一个是人哦，然后我写什么 ，counting election vote in a room close light many words serious， OK， 我要换一下先，我们很多人在算那个票，在一个房间里面关灯，很多票，很认真，偏 warm detail and generic。哦，哇，这个就很不一样了，这个它就比较多 detail 咯，你看到吗？它有很多人啊，真的是很多人，对，很多人在算票，这个很美，这张图片。In Malaysia year 2022，哎，我们的 detail， 我们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看看先。OK， 它就跟刚才是差不多的，可是它就比较 detail 了。可以看到很多人，真的很多人，不懂你对关灯算票有什么概念呢？虽然灯好像没有关啊 ，OK， 可是没有关系。OK， 我们去下一个问题了，我们就打这个 A portrait photo of 10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right background。OK， 这里做的不错哦。OK， 这个有一点点诡异，这个第二个OK 稍微好一点点，还有白头发，这个也跟这个差不多一样样子。OK， 不能忘了你。可是我没有头啊，这个就应该 out 了。这个 ，OK， 有一点点像真人，这个就有点像真人。这张跟这张很像哎。可是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它有一点点像奥巴马的一些特征 ？OK， 所以这里我觉得是蛮满意的。就这边 variation， 看还有什么 variation？OK， 这种。有点年轻哦，这个跟刚才那个很像，这个它就有一些 detail 了，看到吗？它后面有那个 shadow， 这个很真，这个很真，你看它皮肤，它皮肤都有很多东西。来来回回我们就回到去 DALL-E 了 ，Playground AI 它虽然说也是蛮不错的，可是好像 DALL-E 的比较好哎。Richest man in Malaysia， OK， 我们就 copy 这个 copy prompt， 然后 paste 在这里。OK， 看它会 generate 到什么东西出来。最贪污的我们不能写，我们只可以写最有钱哦。哇，这个有点像刘特佐哦，这个就非常像了。这个 ，Oh my god， 这是贪污的人吗？哇，这个真的很像那个刘茶，这个值得 save 起来。这个我觉得很搞笑。这个 10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portrait selfie on stage detail Malaysian smiling happy。OK， generate。这个就有一点点诡异了，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加一些特点先。
Old Man Year 2022 OK 来 OK 哇、wow、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。这几个的话你要我选他做首相，我不知道耶，你觉得哪一个会更好呢？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不懂你觉得刚刚人工智能做出来的图片到底你满不满意了？对我来说其实也还好，我觉得那个体验感还好，可是我就花了几个小时去 search 堆的 keyword 堆的字。你要 generate 一张图片的话，你真的是要打到很有细节它才可以做出你需要的东西。可是我刚才那样，其实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这个东西里面了，对，到最后就有这几张照片出来了。你觉得怎样呢？我觉得这个东西玩一下就好了，千万不要沉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会沉迷的。如果你一直打下去的话，你一直找，你越找越深，你慢慢会陷入进去那个 AI 的世界里面的东西，适可而止就好。喜欢这类视频的话记得点个赞，还有留言下面给我知道哦。还有别忘记11月19号就是我们的投票日了，记得把你神圣的一票投出去，尽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责任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动一动你手指头是给我最大的动力。还有要购买我 Daydo 的调色懒人包，帮你一键调色网红照片，可以点击以下链接购买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